他跟我讲说，因为我觉得声音很大声，就是那个灵堂那边声音蛮大，我就拿那个卫生纸塞住耳朵，然后他的那个桌子上可能有人有放酒嘛，我就说不要给他喝，我最讨厌他喝了，就在他的面前，就是在他面前讲，我说不要给他喝，然后就把他收走，然后但我就后来就先离开。然后那天晚上就梦到那个来找你，他就说那些声音越大声，还有那些酒，都是因为就是很多兄弟嘛，那是因为他们要谢谢爸爸以前对他们的那些奉献。然后我起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哦，好啦，我只记得这个部分。就然后好像我妹妹也有梦到啊，然后我妹妹梦到是爸爸跟她说，跟姐姐说她会得金曲奖这样，然后她笑得很高兴，然后我妹就还在梦里面吃醋，对啊，就她说为什么爸爸都关心姐姐这样，哦，好感动哦，很可爱，爸爸都有在看。